10月4日，正值农历8月15，中秋佳节阖家团圆之际，火王之千里同风剧组却还在赶拍进度。只见五里大甜甜顶着一头利落短发，身着一袭马卡龙绿色长袍，变身翩翩公子哥，俏皮又可爱。而一旁的赖以萌则扎着道士头，一身蓝白长袍，也是英气逼人呀。结束拍摄的大甜甜、赖以萌、张维娜、蔡巧芝一边唱着歌，一边给身边的工作人员送上中秋祝福。暖心的大甜甜也是为不能回家跟家人团圆的工作人员准备了饮料、蛋糕和月饼。三位如花般美貌的女神一起送上一场精彩的中秋歌舞表演。不过这舞姿也是相当的 freestyle 呀！为激情的大甜甜玩性大气，拉着赖以萌和张维娜送肩高歌《十五的月亮》。没想到你是这样顽皮的大甜甜呀！这波甜甜换完妆后，又拉上了陈柏霖一起卖萌自拍，同样的白衬衣打底，配上最萌身高差和神同步的表情动作， CP 感十足啊！大甜甜还发文称，国庆中秋火王剧组深度8日游，中秋快乐，咔咔咔！